是不是您的公交卡掉了？主任，是你。今天您没开车啊？限号，谢谢。亲爱的，都说不让你送了，还跟着干嘛呀？亲爱的，你别生气了，是我不好，我送你上班行不行啊？不稀罕。哎，你看这公交车空气多浑浊，对孕妇的身体不好。你现在可是我们家的公主殿下、女王大人、太皇太后。等一下，什么太皇太后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你地位比较崇高，权威不容忽视，所以送你上班是我义不容。大伟，这你怎么在这儿？他是谁啊？他什么？我是谁啊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他跟你什么关系啊？